一次在卧室里睡觉，看看你乖不乖。走，小儿，走了，走。不可以走。小儿，走。No。乖，走吧。小背影，老愣神儿干嘛呢？好吧，乖啊，等我啊，带你去上厕所。起床了，好吧，上厕所了。哎呦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好了好了，慢点好吗？乖。哦，过来这边。尿尿就放你出来吃饭好吗？嗯，等你哦。嗯，先来一杯水。你叫什么呀？哎哎，快出来！你叫什么呀？哇哦，你把我给你的项圈给弄断了，这地上扯成这样是吗？瑶啊，你乖乖的在这里把厕所给我上完了好吗？不要叫好吗？贼的是我的脚踩吃完饭上个厕所。